为了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，海滨事务委员会举办仲夏维港活动，六个海滨场地大变身，其中湾仔海滨就有三大场地给大家游玩和打卡。在湾仔 Harbour Trail 海滨休闲站旁边，原有的临时巴士总站会变身成赛车场。7月3日起，小朋友可以在维港海滨体验驾驶乐趣。要留意的是，活动需要提早在网上预约，每次收费30至50元。此外，亦都有策划家打造的小镇，现场有立体装置、仙人掌和小动物，而且色彩缤纷，最适合打卡。毗邻湾仔渡轮码头，湾仔 Harbour Trail 海滨休闲站旁边有一个9米高的热气球，十分抢眼。亦都有由回收桶加工造成的小鹿、斑马和河马等得意动物，可以说是亲子好去处。